我叫陈友段姐，我带粉丝玩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玩法。怎么唱来着？啊，猴哥，猴哥，哎，你这声音版的猴哥咋了？猴哥你啊？什么嘛？这是什么歌？我没听过都。你这咋了，猴哥啊？你这压山底下也不至于这样，这压山底下人猴哥都没这样，你这是不是你那个年代的歌？什么叫我这个年代呀？你跟我们差了一个世纪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我不管，你快唱你的。我就搜集奇怪的歌，你不知道吗？猴哥，猴哥，不是猴哥，你牙疼啊，猴哥。我给你打个样，兄弟，我给你打个样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打个样，你别说，就是一天我光为难你们，不给你那个，不教你们。你这个猛男版的吧，你要气韵丹田，知道吗？声线压低，你这不能。哼哼唧唧的、啊、你这你要攻起来知道吗？要攻起来，拿出你这种猴哥的霸气，你看金箍棒是不是拿在手那种感觉，明白吗？啥？来，你唱一遍，你唱不好的话哥给你打个样。哎呦我天，你先给我打个样吧。咋的，你就不会这个猛男版的是吗？不会，你这太缺乏训练了，哥给你打一样挺好了啊。这个猴哥是应该就这么唱的，猴哥，知道吗？你看你那啥玩意儿，猴哥，来玩会儿啊，猴哥，你这是这种感觉的，你知道吗？好难啊，什么呀？猴哥，进来玩会儿啊，猴哥。哎呦我天，我尽量，我试试啊。对不起，我不刷屏。你看，你又这样，兄弟。声音放大，对，把你的霸气拿出来。你看还是这样，不是？所有直播间的乔凯，我问你们，你觉得他第一遍唱到现在，他有变化吗？是不是完全没变化？我觉得我变化可大了呀。你变化大啥呀？啥都没变啊，兄弟啊，真的啥都没变啊。我觉得我可变化特别大，可攻了呢是吗？可攻了呢。对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那种感觉就跟依偎在老三的怀里撒娇似的，老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得攻起来，你得攻起来，你不能让老三一直占据优势啊！你得在上面啊！猴哥，你真了不得！没有，无形大山压不住你，蹦出个孙行者。我尽力了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光真的是我的老大难呢，调教他成为公简直是太难了，我跟你讲。啥呀？真的太难了，这。也是猛男，你这。你这是拉倒吧？你啥猛男呀？你这就差这就差那个哪儿？就差那个就是，真就差那个说猴哥，你快进来玩来吧，我们这嘎啥都有，真的。不行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可以。